工业区大马路上，一名男子穿灰色内衣、格子四角裤、踩夹脚拖，随机助跑往车头冲撞。拦车男爬上特斯拉休旅车，又滑下去，驾驶吓到得退路，但拦车男又继续跑过来，爬上引擎盖，一屁股坐在车顶上，跳下车后再去拦另一辆车，同样坐在车顶上。驾驶下车爆粗口飙骂，拦车男看到大车不敢爬，接着把目标再回到特斯拉，第三度爬上去。驾驶傻爆眼，这起事件发生在高雄小港区沿海路，上班途中被人随机拦车爬上车顶，造成交通大乱。他就说他蛮好运的，一辈子能遇到开到一半跳上车的应该也没几个。事后把影片PO上网，网友调侃说这是晋级的巨人变种版吗？拖车不敢跳上去是怕坏人的概念，遇到应该会吓死吧，难不成要制造假车祸吗？疑因心情不好，无辜随即爬上行驶中之汽车。原来拦车男心情不好，才会半路随机拦车抒发情绪，警方到场安抚，通知家人护送到医院。生活再怎么不如意，也不应该助跑撞车，一个不小心恐怕真的会闹出人命。谢宏夫人王淑红高雄报道。